开始了，今天我们要煮什么？意大利面。意大利面。今天我们煮意大利面。OK， 来，我们看一下桌子的那个 ingredients 跟食材有什么啊？来，一个一个介绍。我们有意大利面，这个是 smoked duck， 烟熏鸭。这个是 bacon， 烟熏的啊、哦。bacon 也是烟熏肉。猪肉。然后我们有那个肉碎，我们有 butter mushroom， 有 tomato。然后我们有洋葱，洋葱，黄色的洋葱，这个黄色大洋葱。然后我们有一些蒜头，这是我点缀的糖跟没有糖要用的点缀的那个 peppermint，还有这个是 thyme， 百里香，百里香。然后我们有我有盐跟胡椒粉啊，还有油，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pasta sauce。意大利面啊，你们在NTUC 自己看意大利面啊，来先公开分享大家。那个水我们要加一点油。加一点油进去，为什么要加一点油？给它润滑，不会黏黏在一起。然后我们要加盐，所以加一点盐。为什么要加盐？你的那个有点咸味，就是让那个卤的。吃那个咸味、不然你的卤的就会有点淡淡这样。我们要放那个面下去，记得要转一下，让你的面这样分开来，然后才这样慢慢的把它弄下去。不然等一下啊。下面也是要讲很有讲究的，像把那面放下去。这样转给它慢慢放下，分开一点，所以它不会。全部连在一起，会全部连在一起啊！今天煮意大利面哦，你们可以煮给你们的孙子吃，煮给你们孩子吃哦，还是自己喜欢吃阿摩酱，可以煮啊，可以煮今天的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小孩子超喜欢的。OK， 意大利面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哦。你不用现在写了，你先等一下才写。等一下我跟你们讲要抽奖了你才写，你现在写没有用啊，你现在先分享就好。我现在切这个大洋葱啊，大洋葱啊，那小妹切一下啊，用我们家的这个刀切陶瓷刀跟它切一下，切美美啊，切美美。这大洋葱是黄色甜的哦。黄色的比较有那个甜味。黄色的比较甜哦，今天煮 spaghetti 啊，大家喜欢 spaghetti 的。蘑菇。这个叫 button mushroom 啊，纽扣的那个蘑菇。哦、白色的，剪刀多少钱？剪刀30块啊！你看，很美的这个蘑菇，这种是那种阿摩西亚煮巴萨用的，做比萨也是用的蘑菇。正经，来，这个蘑菇，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了、你们一定是问哦，等一下可以放香菇吗？可以。我的香菇可以啦，你新年买太多。你喜欢放什么料都可以。我知道你们新年买太多了，香菇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就有香菇味道就是有香菇味道咯不一样咯，就变成不是阿摩加了变成你们的那个糯米了这边有一些bacon咸的哦，有咸的味道，我要把它倒一下炒的给它去碎，然后放在那个意大利面上面。一边煮面，一边煮那个肉啊，煮培根姜吧。这个是那个培根。OK。Pasta cook in what sauce? Pasta we cook in 这个 sauce。Tomato sauce。Tomato sauce。其实有很，我现在用的是 tomato sauce。OK， 有不同口味的，改次给你们看了、这个是那个别口味的你们要下单哦，可以跟我阿姨下单吗？你们懂她的 page 吗？等一下再跟你们介绍一次那个 SG Kitchen Diary 可以跟她下单这个，然后他们有在卖这个，然后非常好吃的等一下再跟你们介绍一下。然后现在就这样就可以了哈，你们的培根煮到这样脆脆培根要煮到脆脆美美这样就可以了哈。OK， 大家看清楚一下。小孩子很喜欢吃培根，所以他们有培根，他们都喜欢吃。今天。所以这个你煮了意大利面，放了一些培根，你的孙子孩子都会想吃。今天啊，分享的谢谢。放一点油。放一点油下去。然后我们放。
洋葱放下去。我这里是一粒了，我喜欢吃很多洋葱，所以我放一粒。所以喜欢你们，你们大概就是说看你们喜欢多少洋葱。有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洋葱，你就洋葱很香哦。黄色的是比较甜的，然后放了洋葱，放那个蒜头，蒜头，这个是要炒香它。炒香啊！哇，有些分享了三次了，你们很厉害，真的。哇，很香！谢谢你们的分享。可以看我们煮这个洋葱啊，黄色的这个大洋葱是比较香的、啊，也比较甜啊，甜甜的。这洋葱爆的那个香味就出来，很香很香。还有蒜头的香味。多来一些，谢谢你们啊，冰冰来一些啊。哦，那个 electric 的下面的、啊、乱乱的 brand 啊，什么都 brand 都有啊。啊 ，Roslyn 三又讲说 ，Hobby blender very nice to use 啊，等小半天好用，我们家的小半天。好，然后我就放那个 mince meat 啊。mince meat 啊，这个辣炒放下去。辣炒要很碎吗？切出来两次。都是小一次，小一次的哦。我通常都是没有嚼到很幼，太幼也没有吃到那个口感。啊，等一下我们玩那个煮完了会有那个分享啊，那有些分享抽奖，等一下送一支剪刀，今天送一支剪刀。啊 ，OK。我一看就知道很香，有洋葱，有蒜片。我没有放调料，因为我们的那个 butter sauce 是有味道的，所以哈、哦。我只会加一点点，我不会加很多。哦，然后把那个 mushroom 也下。mushroom 这个是 button mushroom 吗、啊？纽扣蘑菇啊，华文是不是叫什么啊？就是纽扣啊，加个 translation 啊。OK， 啊，里面有蘑菇，你们就下里面的香菇啊，不过味道不一样啊。但是这个蘑菇比较好吃啊。啊，那先聊看你们的名字旁边有没有人头啊？有人头才算啊。好 ，HOB 小 stove， 我们的这个 stove 是那个 next 的啦 ，next。好的哦，我就可以。小妹在旁边偷吃面呢，你看看。OK， 我把那个pasta sauce 啊，放下去。啊，把那个 pasta sauce 跟它放下去。对，对，放水了。放一点水下去。可以。有，有来有去，有来有去，可以有来有去，来跟他放下去。他们叫小姨改天煮蘑菇汤。哦，可以可以可以，我的蘑菇汤很好吃。mushroom 汤哦，真的是很好喝。对 ，mushroom need to wash。你这个其实这个不用，你不用洗的。啊，不用洗的。洗的它会。对，它变成 so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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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听得懂吗？ OK， 大家分享。然后在这里，你让它煮，好，煮到滚，给它滚。嗯， OK， 煮到它滚哦，这个 sauce 酱料。我喜欢那个 tomato， 我不要它太熟哈，所以我等一下再加。这是 cherry tomato。Cherry tomato。OK， 比较小的 tomato， 来 and share 大家。等一下叫你写烂一下你开始。然后但是我要加一点点的盐。啊、不是糖。啊糖啊加糖 啊, 啊。要调它的味道上来。好、啊。可以放一点糖调它味道起来啊，像钓鱼这样啊。OK。啊要加什么要加吗还要加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加那个 times。Okay, 那个白。白里。我让它让它滚让它 滚先。啊让它滚先。你看我加那个，我喜欢有 chunky 的 tomato， 我加那个 tomato 下去。加了那个什么？关掉。可以吗 ？OK， 它已经滚了 ，start 了吗？还没有，等一下，有 start 了，再等人家进来。我关小了，我关小，我关小，多拿起来，多拿起来，多拿起来，我关小。他们很快进来了。因为断掉他们球了，等一下，等一下。来，大家快点进来哦，再来一下多一次哦，拍谁啊？我边啊 ，YouTube 要我赚那个钱赚的，哎 ，Facebook 要我赚那个钱赚两次，两个 separate video 啊。百里香。好，我就加那个百里香。对，现在我们加那个百里香啊 ，Times 刚刚放下去啊，百里香刚刚放下去 ，OK。
然后给它有那个白米香的味道。对，又分享了，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好了，那个酱料已经是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酱料，刚才我们弄的那个 pasta 那个 spaghetti 已经好了，我们就把酱料淋下去。OK。酱料跟它淋下去啊！来，来，先来，先可以开始按了，我要送剪刀了啊！我要送剪刀了啊！等一下，我选第八个名字就有了、啊。第八个名字，哇，你看很漂亮啊 ！OK， 放下去，来，看一下。来分享，要参加大抽奖赢剪刀的，现在就跟我按分享哦，分享分享，等一下送你们一个剪刀。不过要自取啊，自己来取哦，给你 address， 你们自己来取哦 ，OK？ 啊，自己取啊，不然自己还邮费啊。有点麻烦，嗯。啊，要不然你不可以自取，你就自己还邮费 ，OK？ 还邮费，邮费五块啊。可以送剪刀，不然要花五块。除非你们批东西呢，一起送给我。啊，除非你买多一点东西，买到60块了，然后就送10块，邮费20块啊。OK， 邮费20块。我要先跟你们讲清楚嘛。哦，你在新加坡你可以自取，你可以花5块邮费啊。啊，不然你就是买多30块，啊，买多30块就免邮。OK， 不过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就要20块啊。OK， 就要20块。还是等你来新加坡了。啊，还是等你来新加坡的时候啊，拿给你。你来拿啦，好，你来拿。谢谢分享啊，要 OK， 我们要送剪刀了哈、哦。看你自己的名字旁边的卡明系旁边有人头。哇，看得很开胃哦。来，拿起来，你看这个啊，意大利面拿起来的时候要转一下哦，转一下才看得很有食欲哦，大家喜欢吗？啊，真金，你的名字旁边没有那个人头嘞，不算要有人头哦。新生 day 也是，你们是要人头，怎么有人头？你那你现在都要按公开分享，公开分享，要不然就是要你要有那个公开分享第三个群组才算哦。好，现在我们把那个 smoke 的啊烟熏鸦片跟它放下，不是那个抽鸦片啊，老妈的鸭肉啊，鸭肉片。烟熏的那个鸭肉片啊 ，OK， why is my mom not cooking? Because her sister is cooking 啊，哦 ，OK， 分享了啊 ，OK， 卡明西，你的名字有人头了啊 ，Well done 啊，你听得懂吗？啊 ，Dob Ling， 你名字要有人头啊 ，Linda Tan 也是啊，公开的时候下面要选公开吗？好了 ，OK， 哇，你看两个不同口味的啊。这个是没有那个烟熏鸭，这个是培根，这个是烟熏鸭。点心上面叶子是什么？那个 peppermint， 点缀一下，点缀放一点，你可以放 lemon basil， 放 peppermint， 放都喜欢，就是一个点缀。Okay， who is this lady? My mom's sister。我的小小妹。My mom's sister 啊，那来 share 来 share 啊。OK， 我们今天的这个 pasta 意大利面成功，非常成功。谢谢，一边是烟熏鸭肉片啊，一边是培根啊，培根的、啊，可以成功。